大家好，我是潘神室内乐的团长潘宗贤，今天很开心来跟大家介绍我们将于10月10日于国家演奏厅的一场演出《黄金十年》。潘神室内乐成立至今已经十年了，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有三位团员，包括了卓彦秀老师、黄胜胜老师以及我。那在第十年的这一次演出当中，我们也邀请了另外三位老师来加入我们阵容，包括了留学德国的尤瑞林老师、留学法国的简富同老师，以及跟我一样留学美国纽约的 Stella 张老师。在这次的音乐会当中，我将与尤瑞林老师一起演出罗伯特·马乔的《凤凰二重奏》。这首曲子听起来一直在转圈圈，非常的有趣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六位老师也将一同演出巴木泽教司的《西游曲》给长笛六重奏。有别于巴木泽教司以往给人的印象，这首曲子听起来是更为严谨的六个小品。10月10日星期四下午2:30，在国家演奏厅潘神室内乐黄金十年的音乐会，邀请大家一同参与。